自三星堆博物馆员工郭汉忠。 从84年从文物的修复，至今已经30多年。从我手上修过的文物，大概有6000多件。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哈，它的主要的宗旨和路线是根据古人的遗物留下来的信息去复原它。 它这个整个的复原的信息就是跟着古人走，不能马虎。古人留下的信息，它的形制、纹饰、风格，我们是去复原它，不是去想象和创造。所以文物的难点就是在跟着古人的路重走一遍，也就是去还原它嘛。 因为这个几十年这个修复哈，我从刚刚开始从事文物修复的时候，是逐步的总结和得到师傅们的点拨，特别是这么几十年在这个修复这几千件文物的中间，得到师傅点拨和自己总结了很多经验。现在就是一个责任的担当问题，就是把所有自己所学的精髓，把对大师的记忆总结起来，尽量带更多的徒弟啊，自己所有的总结。 尽量的传播给下一代人嘛。